H 队的各位也试试看用成员名字做三行诗，这真的很考验语每个人的语文水平哎。有人想好的吗？我有一个。哇哦，江西哇哦，语文小天才！来来来，你说你说，你想到谁的？蒋淑婷。蒋淑婷。哇、就是将天上的星星摘下，然后书写下我们的篇章，然后停止时光的倒流。哇！天哪，完美呀、啊！我们都上来就这么会说，就是这么认真的一个游戏，你真的应该做压轴。就是这么认真，压轴有点太呀、啊，说有点太快了，这样让前辈们有点难做。现在对。现在我们都有点不太好意思，我们现在都在这边干想。我刚想到一个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了。你想快说什么？好，好一个美女，近近看也是美女。哇、wow ！咦，美女？咦什么？咦，美女？夸得好，可以。怎么样？你这个差别有一点太大了，在团里待几年待傻了。我还想到一个，没错，我想到一个，开心。张欣前辈，哇，还有什么？来，你说。张望周围，星星正美。哇！我被甜到了。天哪，好会啊！好会，太会了。我也好想游泳。我想到。哦。想到。哦，快快快快退让，退让，回避一下。回避。没有很好奇，人家想要江欣的。那我等一下再说吧，要不。又压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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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压轴。万一我那个不厉害怎么办？那我在，我在，我在脑袋中再想一想。好，谁还想到？我想的真的很无聊哎。你说呢？那你说，你说。我想孙燕姿的。好，你说。可是感觉就很无语。展现一下你的文凭吧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来。你说呀。你先说呀。你说你的名字呀。你是不知道他名字是怎么念的，不是，就是要一个字。你好，我叫孙珍妮。没有，你就说孙怎么怎么样啊？还好我自己来，你是要侮辱我？你要自挑，自己挑，你是要侮辱我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孙子。你是我的小宝贝，吓死我了！看他的表情转换。我想到一个很简单的，你是不是要攻击我了？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想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想，我的名字很难想的，抚平你的手指。我想到一个很简单的，王毅的。好，王总，一会儿见。可以，还有个郭爽的，郭爽的也好想，郭总爽也不是不行，啊，我想到一个，郭德纲，郭德纲去按摩，他说爽啊。对，哎，郭爽和那个王毅的很好想，还有吗？那、我还有一个林淑琴前辈。我有，等到了，想好了，等到了。林中小路，淑琴在乱撞。林中小路，然后书写书，哎，书写，书写我们的篇章，我们的篇章，我们的篇章，书写我们的篇章，然后情意绵绵。哦，那我也回你一个。保护好自己啊！你叫江欣的，江欣，保护好自己，要保护好自己。江欣，欣，还带动作。我想到了许杨玉卓的。哇，哎，没事，我终于编辑完了。珍妮，珍妮，真不用，珍妮，你在脑里打字呢。哎，你等下说完之后，我再说说看我们两个谁的比较好。但我说的是个就是那种小作文的感觉。好，你说，你先说吧。小作文，好期待哦。来了来了，瑟瑟发抖。许诺好要做彼此的天使。哇哦。
扬言要成为，我还没说呢，扬啊、哦，扬言要一直成为幸福的一家三口。哇哦，感到不安。我加一个字啊、哦，玉，却欲背着我要二胎。这就二胎了，你们。二胎是谁呀、啊？爽。卓卓卓卓，着实令人家有点吃醋醋。哇！TTL， 令人感动的舞女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就是当代独生子女的思想。对，你要二胎，我就把丢在马桶里冲掉。哇！不是，你觉得郭爽是二胎吗？郭爽，郭爽是宠物吗？菲佣，郭爽是菲佣啦。啊，是这样吗？那就没有问题了。好，你开心就好。嗯哼，让他配一次迪士尼。张听说一个，其实我也有一个，但是我先，那没事，我先说吧，我怕我等下忘了。你们俩，脑子这么不好吗？你先来许下一个愿望。杨杨杨爱我。哦、干嘛呀？就你们这个速度还不要二胎呢？快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哎，怎么矜持、啊？快要有二胎了，快要有二胎。玉，遇见珍妮，万事如意。卓，着实爱你。耶、啊！可以的。娜娜有想好的吗？我想到了。好奇怪，娜娜说一个。的文艺。好，说谁的？林抒情。来吧来吧，我准备好了。你也要用他那个方法吗？好。林，林中偶遇。抒，抒三千青丝。哦。擒住我心弦。哦，怎么这么文艺？是不是很文艺？大诗人，你不知道我刚想了好久。天哪，大诗人，个古风女孩、哦。可是我脑子里想的林抒情的都不是这种风格。啊、你说一个呢？但是我跟你想的不是那种长头，对不起，我脑子不太好。啊，你没事，好吧，那你说吧。自己说自己的，有一点羞耻。没事，说。林抒情，书读完了没有？就在这里谈情说爱。什么？好，我回你一个。好，好漂亮一个女的，静静看着你，咦，也不是很漂亮。你看看人家，看看你，这都是区别。让你说我，还有吗？啊、哦，笑死我！让我刚，我还有想一个许阳的，但是哇哦，没有前面那么厉害，我的难想哎，没事，还好哎。许，我一开始跟阿欣的比较像。许过很多愿望，怎么都许愿望呢？他是一个，我是很多。最近流行很多。养，养过很多宠物。哦，哇，养过林抒情吗？遇见了很多人。我琢磨了半天，还是你最好。哇，哦，那个好棒！我也要许愿。快，你快问我，你好不想问许。许下一个小心愿。杨，杨幂来到此剧场。妈呀！可以，玉在哪儿？玉看抒情跳公演。琢磨着和我领证。对不起，等一下。对不起老师，这跟许愿玉庄有什么关系？对不起杨幂老师，不重要，但是你碰了一个好大的哦。对不起杨幂老师，小心愿许，着实是一个愿望、啊、还有谁想到了吗？还有吗？还有人想到？其实我还有一个娜娜，但是有点土。你说吧，你说。而且也不是藏头。是什么？我想想，万世间一切的美好和美丽都汇聚在一个人身上，那就是你。哇，哎，有啊，有啊，美丽，真的有啊，哇、哦，真的耶，它串在一起了，串在一起了，好，还有点土，思考一下，哎，我有一个，但是感觉有点乱，有点乱，没事，随便说，孙珍妮前辈，然后，
孙悟空。怎么别人这么优美，到我这儿就有点不大对呢？孙悟空真的很厉害，你最美丽。没有跟我，哎，我有两分和他啥关系？没有关系。好吧，那我也我万丽娜，好，我万丽娜，好，万万贯家财，丽丽在这里，那也没人要，哎，他越过我攻击到你嘞，你是借刀杀人，够狠呀，娜娜还有吗？有一个孙珍妮。哇、wow, 哎，也有点土，没事儿，土就对了，嗯，土就对了孙，那我来了，孙真的就很孙，孙子兵法说，哇，吓死我了，真来了来了，珍惜每一天，孙子兵法也说了这个吗？你在我身边的日子，哇、哦，还不错，我喜欢这种有转折的，我想到一个张欣的。张欣名字太短了，不好想。张开你的嘴，欣赏我的腿。啊！为什么要张开嘴？为什么？我知道了，阿信，我知道了。等一下，他的意思是让你。我为什么欣赏你的腿要张开我的腿啊？我也很疑惑。他的意思是，你看他的腿就。为了压韵，为了押韵，我想要一个娜娜的。好，万千星辉，哇，历历在目，哇，那一束光就是你，哇，哇，都有文化，都有文化人。哎，我怎么想不出这种呢？我也是，我想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对呀，这种东西。还有啥？还有吗？大家都。脑子都，我还有呢。哇，你还有啊？张欣的，哦，快，来，开始。我觉得不正常啊。我也觉得，张，张开你的牙，牙是要怎么？新的一副假牙。怎么？我又想到一个，好像是，我要跟林书欣是一。我又想到一个。有点恶心。哎，我的名字为什么？哎，我可以说吗？你说，我不介意。张开你的腿。啊！林书琴，你，张开你的腿，欣赏我的嘴。机会，我意思是就你没有听到，就是张欣是个牙医，你知道吗？牙医给人看牙不到张开腿在那儿。你不要解释了，你跟他说。啊，我说林淑琴。不行，对不起，我笑的腹肌都要出来了。我的故事设定就是张欣是个牙医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三行，我要说林淑琴啊。哦，好吧，说吧。林淑琴真的很奇怪。嗯，说。叔叔都觉得你很奇怪。请你立刻下台。立刻下台。好，我们现在立刻下台，给大家表演一首蒲公英的什么玩意儿来着？决心啊，不是蒲公英的决心，蒲公英的脚，蒲公英的脚印，蒲公英的脚印，魔口公司，好，赶紧啊！